有东西，大小。这够清楚了吧？要不要先说说你站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感觉？凉凉的。我有没有叫你要最近要好好的照顾身体？要。是不是就感冒了？还好，只是小感冒。小感冒，小感冒。你刚离下降，还有季节转替啊。对啊。不要想太多。没关系啊，那个声音很有磁性，有没有？不要去强调磁性，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点啊，可能是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这么重磅。前面是一座，它就是一个山啊，然后在镜头的另外一边，它是某一个火葬场，这个地点就非常的精彩了。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其实也是想要找寻一段影片的真相啊，就是在某平台上面有一个直播主啊，来这边探险的时候，曾经拍到这个摩西纳。嗯，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摩西纳，其实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火葬场除了是我们跟亲人告别的地方以外，它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无主的，或者是无意间被人家发现，然后没有被人家领回家的这种孤魂。也许他们就是做简单仪式，然后草草替他走完这一程之后，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魄就是我们生前的所有的执念跟欲望所留下的一股能量，这股能量它就是负能量，然后就会聚集在磁场比较适合它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又是火葬场的后面，比较适合这些精怪他们生存或者是修炼。那这个直播主他拍到这个山区里面有摩西纳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验证一下这座山或者是他当时拍摄的那个地点是不是真的有摩西纳存在。好刺激哦。对，拍到摩西纳。不是刺激而已，今天这个地方啊也是曾经的自然死角。嗯，因为在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当地居民口耳相传，也不用问为什么，我知道，问就是当地居民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某些快打部队他们聚集集合的地方啊。那当然快打部队有很多啦，啊，有一种是官方的嘛，对对对，有一种是非官方的嘛，啊，快打部队他们就在这边聚集起来以后，然后就会把他们的装备整理好，然后维护我们这个夜晚的治安，麦当劳欢乐颂。然后有一些是帮忙搞一些这种新的装潢啊，就是有一些店家那个装潢老了，有没有？嗯，帮他重新装潢一遍的那种。真的哈，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刚好遇到，就是他们在准备要整装，然后我们刚闪了他一下。哦，我要是拿摄影机起来拍的话，我可能这部影片也发不了了。他先不见了。对啊，你们可能会先在社会版看到我，很危险。很危险，要是你们有机会看到那种这个快打部队整装的话，记得哈，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嗯，什么都没看到，转过去后面什么都没看到，啊，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没有，好了，走了，废话太多了，哎，走了，你不要再看人家车走了，没有骗你，他们就是这种快打部队，他们会先把车牌先处理起来了。嗯，然后就整装出发这样。这个地方哦，不用到那个灵异地点才会起鸡皮疙瘩。我跟你讲，刚开始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蛮热闹的，灯可能要处理的亮一点啊，因为当时这个直播主啊，他发现摩西纳的地方就在某棵树上，太可怕了。对，100趴了啦。有这么快吗？没有吧。秒吗？不会的。不是啦，应该吧。我们还没进去哎。对啊。是欢迎光临的意思。欢迎光临，请进。没有啊，刚真的有一个东西从那个树上这样。出去，我没看到啊。你没有听到声音吗？没有啊。影片一定有，因为那个很大声。这是废弃的吗？湖还是雷劈到的？它是树啦，它应该只长得奇奇怪怪而已啊。对啊。
难道是雷吉枣木？我先砍几块下来。不是好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发了。然后那么好找。发现有摩西纳身影的那棵树。对啊，我才走到这边而已，就凉凉的嘞。有听到声音的哦。有啊。我要稍微比对一下他当时拍到的景物，不是这里。公园，平常是绝对不可能会有人上来的。它虽然有整顿，但是你看，还是有这个没有人走动的痕迹啊。哎，有声音嘞！我刚看到那边有东西过，走过去。哦，差不多是这里，但是高度好像不对。我刚看到这棵树，这棵被劈下来的树，有东西走过去。没有听到声音啊？有东西，那小。这够清楚了吧？很清楚啊。你知道我刚刚看到是什么吗？什么？很像一个小人那样。嗯，那心又来了。它尖锐的哎、欸，跟我们一般听到的都不一样。对啊，绝对不可能是鸟叫。怎样？小心小心，这边会爆了。我听到后面有声音。你在这里？看看看。刚刚声音是从这一边过来。这边呢？那边。
再过去就是他们的领地了。不要超过那个白地。好。丢东西耶！你今天生病，我先帮你护身。你转过来，我们就一炷香的时间。住香不是十五分钟，没事。还好吧？还好。